巴德克家文化广场乏人问津，空荡荡一片。图示议员吕淑珍提供分享。客家广场不客家，沦为文词广场。八年前耗资千万元打造的桃园巴德克家文化广场，因地处偏僻，还不是位在客家庄，客家团体使用率不高，广场杂草丛生，还有野狗占据，遭到议员点名质疑。市长郑文灿今天在议会被询，坦言这处广场是当时错误的决策，放在错误的地方，没人去的地方，当然没有表演团体去，要求转型为一般公园。巴德克家文化广场所在地过去曾是巴德市公所旧址，桃园市政府升格前由县府补助，加上公所自筹新建广场，但整体空间缺乏完善规划，多年来乏人问津。巴德区市议员吕淑珍今天在议会质询客家局与市府，点名巴德克家文化广场仰文。我在广场站了20分钟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吕淑珍说，巴德克家文化广场设施简陋，仅有木造展演台与凉亭等，但乏人问津，可见部分区块杂草丛生，还有野狗占据。此外，广场所在地并非客家庄，也质疑此广场的存在价值。市长郑文灿今天被询，表示此处是错误的决策，放在错误的地方。他认为广场属于常设性硬体，但地点错误，没有人去的地方，当然没有表演团体去，此为公所当时的错误政策。由于目前管理单位未区公所，将跟公所联系，转型为一般公园就好。吕淑珍也质疑客家局是否都在办活动，局长蒋协安说，除了补助社团活动之外，客家局也致力语言教学、文化传承、促进产业等，并举办桃园客家知识学院，推广客家文化。巴德客家文化广场乏人问津，空荡荡一片。图示议员吕淑珍提供分享。巴德客家文化广场部分区域杂草丛生，图示议员吕淑珍提供分享。巴德克家文化广场乏人问津，空荡荡一片。图示议员吕淑珍提供分享。